哎，大家好，我是 Phoenix， 欢迎来原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在探索这边新的这个甘露花海的地图。上期应该是好像是探索了这个附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那边远处那个营地应该是一个驴人种的，啊，是一个任务。当时呢是做任务，好像是没有怪。现在应该是那个任务做完了，好像是有怪了。还要刷人。这个海岸我不太清楚，有东西吗？我先沿着这个上面探一探，然后有一个现实的这个钟，这个不是起点。想学习你的一些动作，好快！この箱中で寝れるかも。这怪的问题就是。半天什么动作都没有，然后突然来一招特别快的，让你反不过来。你刚才是，哎，那是这个下边，还是那个地儿？这么探一下。那边看着还有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是没了。那个上边应该是来过，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是最早是从这个桥这么过来的。为什么这个营地的人他仇恨不是连着的？
耍怪。手がかり。等于这个东西，我记得最早是用柯莱打的。这么走。哦，这是我一开始的那个钟。这个上面有东西吗？一下这个落下来就不是就歪了。天地の恵みであるな。それ。这是跑哪儿来了？跑到这个最上面来了。这个应该是我还没有弄过。然后正好有两个神童。这是哪儿呢？这是这个悬崖的外边。标记一下。天地の恵みであるな。这个倒还好，就相当于是这个挑战做完之后，你是可以再踢上去。这边我有去吗？感觉应该有，就前面是我当时这么来的话，应该是去过。我感觉可能这个地儿应该是探完了。接下来的话，我当时好像是做这个驴人中的任务，好像是往这边走了走，但是我不想去，可能这个地儿探一下，或者是把这个海岸。我就先把这个地儿探一下，这个下面好像我现在这个附近好像还有一个，之前在哪儿？那个方向好像看到了一个神童。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
我怎么感觉都要超距离了，好像没有。没事，这个弄过，前边不太清楚，我才可能去过。哦，那是那个营地。神童应该在楼上。这个东西弄了吗？那个地儿怎么上啊？这个神童应该是这个附近的最后一个了。可以，那我觉得就可能并不是这个树上面了。然后这是干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当时做这个主线任务时候用到的一个东西。估计这么着探一圈，这个里边应该没有探，这个外围我记不太清楚，但应该好像是探过，当时应该就是以这个为分界没有探。这可以轰炸的吗？是干嘛的？这是我人形状态跟你跑啊，还是哦，就这个跑哪儿去了？
你这跑了一圈绕回来了，这玩意儿。这些花灵的智商是有待不过这边设计的，你用这个跑也是不能离你的本体太远，就现在是如果真正说是什么有东西追他的话，真正意义上的跑开也是会没有办法。我比较好奇这个上面是什么，现在应该没有必要去，我记得好像这个地方有能踢上去，踢上去之后可以是把这些东西探一下，接着沿着这个周围吧。好，这边是回到那边那个齐天神像了。因为这些东西我就不用再激活了，我先沿着外围走一圈，那这个东西放过。前面的营地应该探过，没有看见锁着的箱子。那个东西啊，就等于是如果小地图上不显示的话，应该就是已经解锁了。お触り禁止。这个是之前好早的时候做过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原来有吗？原来好，这个是沙漠，所以没有这些东西。这是用草系还是用雷系吧？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这么走着有点神奇啊。等于是地图上没有标记冒绿光的是已经净化过的。
他怎么告诉我一个这是哪儿？打怪？覚えたわよ。ついていきます。ドドーン。風向きにした。お触り禁止。这个就是进化结束的时候，为什么镜头一直锁着不让你开，特别难受。我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方向过来的。外围有东西吗？去那边呢？那个是我要打草种子的那个东西，我没有意识到。啊？这是当时有那个三只狼的地儿吗？这个狼为什么没有固定住？我才意识到这是打草种子的。次の仕事は。呀！嘿！能打什么意思？这飞出去太远了。啊？ついていきます。就已经超出我原来计划的范围了，应该是看到了这个地儿。没明白。
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而想先把靠外的东西探一下。等于是前面这个地儿我应该是之前来过，好吧？那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外围看完了，可以是再稍微往那一圈走一走了。这东西叫草种子，部外者禁止。次の仕事は。什么意思？这一个是要按顺序来的一个东西，我好像太久没有做这个 3.0 版本的解谜，好像让我还给理解错了。我以为它是一个一个刷出来，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下刷出来，我们还要再拿一个。我就是一个一个刷，那要是一下刷，那就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后面上来就直接出来了。这个东西。这个是绕了一圈绕回来了。哎，这个东西呢？我们去哪儿了？然后呢还要回来，天哪，就不要再出溜了。サンダーセス第二、言葉なき手がかり。Yep.
高处看一下，感觉应该这个地儿谈的差不多了。好像还有一只怪没有杀，那只怪我是留着最后的。应该就这么多东西。我天哪，不要，这差点摔死我。刚才为什么就不让镜头是锁死的？什么？你怎么？这是什么？这个地儿我已经来过了，我现在我再回来有什么好处吗？这还是比较值得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是干嘛的？至少就是这个地儿主线做完了，我现在再回来还是有东西，至少是没白来。别的东西好像就。这些东西是当时，总之是做那个，好像是有什么传送门。这个里边好像是过去有什么效果吗？没有。看一下，这等于是，这是什么？为什么是地下的？火。没事，我还要再从这个里边走一下。
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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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直的不让你。いざ参ろう。我找那个东西在哪儿？往上走，这个太缺德了。谁？这个，这个就是当时我做什么，就是我当时应该给他做成这个状态，然后我没有做，所以现在就一直这个样子了。但我应该没有 miss 什么吧？我不管了啊，那个东西我感觉上就是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是我当时可能是因为有，应该是有万叶之类的这种，就是可以作弊移动，所以说可能是没有把它那个东西给利用起来。但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海岸探一下，估计就直接这么跳下去，先探探左边。海岸让我想起了蒙德的那个海岸。给点东西吧，这也太亏了，专门从这个地图上弄着一个你可以钻过来的一个地区，结果什么都没有。有点让人失望。それ。行こう。那边那是个箱子。这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把你上火元素吗？没反应。召喚結晶。这个雷能推下去吗？今天是有人过生日？
を得る方法あり。や。や。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我在想这个火把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它会跟这个椰子树的朝向以及数量有关系吗？那边有个岛，这是这个三个不对。如果我给等这个地雷引爆了，我再这样也不对。这个附近还有隐藏的火把吗？或者说那边有个火把？它如果是一开始是点亮的话，我就先给它都熄灭好了。火把吗？这有个火，这个不叫火，这是锅。这个，好像没什么反应。这是我从那边要计时的一个东西。你装作没看见还。已经放弃了，刚才还躲起来，现在就不理我了。但我游泳了还能推吗？有在推吗？
这怎么弄啊？这个，哎，这个炸弹直接。何をすればいい？揺らぐことなし。这个东西它是海陆两栖的，啊？好吧，这个也太玩赖了。这尾巴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你的弱点吗？不是。这个我能捉住吗？好像没有用。哎，有一个问题啊，那是什么？等我之前去的是这个岛，这个岛还能去。然后这个地儿好像我看见了，我看到这些东西。这些是能挖出来吗？我在这个上边，它是一个起始的地儿，而说这些东西就是坏掉的。嗯，我觉得先去那个岛看一看。神里と彩香。好，有个东西，有个丘丘人，还有个宝箱。这个。是敌是友。お触り禁止。失礼。这个就直接白捡的。散乱せし罪に言葉なき手がかり。这个有必要吗？这个不会说是我把这个锅点着，然后把那个之前好像那边丘丘人营地那儿也有个锅也给点着啊？怎么没有点着？我着了。这就叫巨香海岸。不对，我第一次游泳游出地图边界的。
们这边什么都没有。また後で来よう。今は他を探索しよう。引擎停下来，谢谢。また後で来よう。今は他を探索しよう。早又一直接吸个水，然后在沙子上滚，这不就和泥了吗？真是。这是干嘛的？哦，这是给这个用的。你看什么看？上面有个东西，你这是去哪儿的？这个前面还有，啊，楼上还有。这前面我觉得先不探，先把这个纯海岸的地方，那个里边感觉是跑内陆去了。上绕圈绕回来了。哎，那边那个草岛上有一个做饭的东西。啊，这个前面好像那个丘丘人的地方也有个做饭的东西。这个我点着有什么？我估计就这个样子了，这个海岸可能也就这么多东西。等于是接下来没探的地儿应该是这个往内陆，我不太清楚会去哪儿，我猜可能会跟这个地儿连接上。我觉得这个地儿没有必要去探。当然有一个事情是之前好像是从这边飞起来，这个上面的这种地区应该是还没有探过。我估计我把这个上面的东西探一下吧，这边应该是海岸的航线，应该是已经探了，上面的这个类似于是悬崖峭壁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什么东西。
目前这游戏中有像黑魂那种你踩上去会塌陷的沙子或者是陷阱之类的地形吗？没有东西。这是那个驴人种的营地，好吧，连接上了。前面呢？就是那边还有一个人没杀死，还是这个火把的问题？火把的问题。穴からおび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ね。但是那边可以走。那边可以走。跑哪儿来了？静醉之井，我觉得就以那个地方那个东西为分界线，可能为了我能想起来，我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轰炸的东西给它轰出来，但是我不捡。箱子不捡，那个东西就捡了，那个东西感觉容易 miss。前边，また後で来よう。哦，我停下来。他を探索しよう。我原来有这种，就是你出地，这个太厉害了。为什么原来有这种，就是你一旦出这个边界出太远，游戏直接给你传送，强制传送的这么一个机制吗？我记得至少就是在原来只有璃月跟蒙德开的时候，好像璃月的这个
这些地方应该是你是有时候会就是会跑出去，但是我也没记得他是会一强制传送你啊。那这边就稍微有一点，好像这种地儿没有碳，但我感觉上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这边沙漠感觉就是它有些边缘，像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很感觉上，它给你留了个缝让你进去，好像就是这种岛上可能给你一个能调查东西，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个上面我感觉上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下面倒是好像有点怪。上面我估计我就默认成这边这个巨星海岸吧，应该算是探完了。就等于是接下来这个地儿可以走，但是好像我现在再这么回去也是比较麻烦。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地儿到时候探，这边应该是探过了。好，这个啊，好吧，我记得刚开始开地图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左半边，我觉得应该是都探完了。应该是都探完了，好像这个地方你往好像还有山洞什么的，还是这个山洞这个楼上呢，好像这个楼上没有探，对，这个山顶应该是没有探。我记得好像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当时应该是解锁了一个 T 这个吧，对，可以。那我估计就是可能这期时间原因我在这儿截一下，下期的话从这个地方跑上去，上之后可以把这个山上总之是看一看。这些山上呢我都忘记了，之前好像是应该是这么上去过，这好像是把这个地儿探了一下，然后这个山上好像没有探。那估计总之就是下期我觉得是从这儿上去之后可以把这些山探一下吧，这个山上探完可能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落这儿了，也是相当习惯，我们下期见。